间距离比它大很多，这个只有一点点。嗯，好，再来就是注意这两笔衔接来这个的时候，它从这边拉过去，它动作有多放松。嗯，笔尖接到以后，它下沉一下往上拉。好，这个肯定要多练几遍。好。好，这个用有点像短的点的感觉，哈，横点的。好，贴，一贴。完了以后，好，它这种笔法很多，就笔尖贴到以后才按出下去，这种笔法也很多。这样完了以后，这很短，贴。一点点，哦，你看它又按出了，哦，上去，放轻松一些，